Hello Kitty 日本限定，这个好看哎，这个。这个耳环呢是防过敏的树脂环，这款是陈以生新出的缩毛孔的面膜，很方便。这个就是我老公说很好用的，他毛孔确实真的缩小了，皮肤也变白嘞，这个很好用的。这个我用来敷面膜，皮肤变白很快。然后我老公还说这个梳子。素素，哎，理发师跟我说，这个是日本更有名的一款护发油，护发精华油。这个是这家理发店啊，他们自己的洗发水是，他们自有品牌，然后比较天然无硅，然后还修复。资生堂小金瓶又有货啦。这款是乐敦制药出品的防晒丸，天使粉的这个粉扑有没有人想补买的？这边哦，资生堂的这个化妆棉超便宜，国内很贵，好像听说。这个就是索菲娜的隔离，这个推荐大家油性肌肤用，就是偏油的肌肤用，夏天用比较轻薄。这个是保湿。资生堂的这款啊，平价版的那个去皱霜，它现在有大支的包装。哎，这个睡眠面膜再送他家的水乳，还有日用乳小样。资生堂李丽丝尔美白化妆水再送5毫升的这个日用乳小样，中药了吧？这款 Sprinkle 的粉底液在搞活动，这个是它本身就有，然后送了一个蜜粉，不过我觉得不是很好用。大力面膜还是没有货。这款拔眉毛的是日本制的 Good Design， 它获奖哎，还有改良。哎，好像这款啊蛮贵的，哎，我记得我有哎，这款我觉得一般呀，这款。德国产的这个化妆棉设计，我觉得用作那个敷脸蛮好，但擦脸不行，擦脸它太粗了，太粗糙。这个是贝因的修眉剪刀，这个这眉毛很浓重的妹子，特别长的妹子可以用这个修一下眉毛。哎，这个我可以买一个，我觉得这个它可以给那个指甲修形状，然后表去除表面平整，然后那个抛光。这个啊，真的不推荐大家买。这个我觉得，第一就是你要把小孩子的指甲放到那个里面，特别特别难。第二就是那个放大镜没有个卵。哎，这款红外体温计还不错哎，价格也非常不错，一般都要挺贵的，这款还行。这个尿不湿的那个，就是换尿不湿时候那个湿巾的盖子啊，我觉得一开始觉得很鸡肋，后来发现这个真的超有用。这种除菌湿巾啊，跟就是带孩子出去啊，真的是应该备一包在那边，超有用。吃饭啊什么都要擦。大家哦，眼药水哦，现在微店都不让上架，所以大家可以去那个微店，就是咨询客服，你要哪一款，告诉他就行。